下来请您欣赏相声《五坠子》，表演者李鹤彪、刘哲。听见了？哎哎，来了啊！好，坐着吧。你先挂了，我说相声。还俩人打电话呢。感谢各位，哎，这是有老观众，没错啊，对我们熟悉的朋友，哎，这爱逗啊，当然了，嗯，也有对我们不太了解的，哦，简简单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哎，这应该说的好坏得让大伙知道我们是谁，没错啊，我是德云社的一名小学生，哟，还真谦虚啊，学生叫李鹤彪，感谢各位，一看还是新观众多，哦。因为给你接过一点鼓掌了、哦、是吧好尴尬这个听相声啊还是有待培养哦是吧旁边这位嗯不用我多介绍是吗大伙儿也不认识对这不废话吗得介绍介绍哎得说说刘哲是我、嗯、谢谢大家欢乐喜剧不是欢乐喜剧人没有相声有新人哎对对对对吧哎是曾经参加过啊是是是跟季天宇嗯啊一个女的相声演员对两个人合作哎是不是没错啊长得就带喜感是吗啊长得跟存钱罐似的去你的吧你才跟存钱罐似的呢让大伙儿你转过来让大伙儿看看我转过去干嘛呀我转转过去在这塞钱没有啊没有啊这因为胖的那是啊这是为了博大伙一乐哦逗大伙一笑哎是这相声的特性嗯就是为了逗大伙开心那可不嘛是不是哎说学逗唱嘛在四门功课这占个逗字对啊这个相声也算是曲艺形式的一种啊其中的一行嘛说的这个曲艺包括的很多太多了像各种古曲有啊像这个京东大鼓有西河大鼓有啊这河南坠子有都算是曲艺形式哎我过去我们这叫十样杂耍对说的河南坠子嗯我个人来说啊您怎么样最喜欢哦您爱听坠子哎哦要说的河南坠子嗯不得不提一个人哪位啊坠子皇后乔清秀哟、哦、那是已故的老艺术家了是不是没错乔清秀啊在河南有一外号他叫盖河南哦盖河南什么意思呢不太懂就是说在河南凡是唱坠子的哦人家都给盖了饭了啊鱼香肉丝的宫保鸡丁的这是饿了他是、盖饭呀、啊、盖什么呀人都给盖过去了都盖了帽了唱的最好尤其是大悲段哦悲悲切切唱故事这种是唱的最好嗯，这么说吧，哎，现场无论有多少观众，哦，都能给您唱哭了，嚯，就有这么高的艺术感染力啊！就无论多少观众都能给唱哭了。对了，我跟您说，嗯，那是没碰上我，要碰上您呢，碰上我我就不哭。人家的段子可悲，悲我也不哭，人家有感染力，感染力我也不哭，没你这样，我就这样。没你这么轴的我就这么轴没你这么拧的我就这么拧没你这么不是东西的我就这么不是东西你才不是东西呢不是人家都哭你干嘛不哭啊我凭什么哭啊我告诉你我就不哭我这么跟你说 啊就你把岳云鹏勒死我都不带哭的我告诉你给岳云鹏勒死你都不哭、不哭我哭你哭什么呀好他要不来这录像的也不来咱不哭吗我不哭甭废话那么些废话啊我就不哭就不哭咱这么着各位、咱大伙儿咱鼓鼓掌让他给咱们唱一这悲段您看我哭不哭来我学一回乔清秀我就给你唱哭了我就不哭哎你要哭了怎么办我哭了哎、咱当着大伙儿的面我认你当老师这个毒誓不够毒这个毒誓不够毒这样吧我给你唱哭了你死这儿行吗好吧咱赌命怎么样好
等会儿，哎，先等会儿，死在这个角角这儿，这个角角就是你的归宿。先等会儿。怎么那么爱扯事儿呢？这大哥，好不好？我先问一下，啊，还有没有其他选项？没有，单选死，单选题。对，听吗，各位？我今儿豁出去了，你要给我唱哭，今儿我还真疼，我就死这儿。行嘞，我就磕这儿。好，好啊。行，来，你哭了你就死这儿啊！你要给我唱不哭怎么办？唱不哭啊？你死这个角上。没了，这没了。哎，这俩你挑，你挑。我像话吗？这不成啊！啊，这唱不哭你不完，我不能再死了就。你不能再死了，哎，就不能再死了。那怎么着？我这唱不这么着？你输我一顿饭。哦，拿你的命赌一顿饭，这成不成？你的命太不值钱了。嗨，哎，你这贱命啊！这是，哎，你是没跟我一块吃过饭。跟我一块吃完饭，现在都自杀了，你知道吗？这太能吃了，这个人都是火化石，我猴化石，知道吗？过食管这一估计，这就算没吃。那行了，那行了，哎，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啊！学一口教训，成来。但是您帮我一忙，帮您什么忙？帮我摁电铃，唱不就完了？摁什么电铃啊？过去也没有主持人，都是乐队老师摁电铃，演员上场。哦，好不好？您连上场都学？打上场。打头开始学得嘞，咱今儿来着了，成，哎，就这么着了，得嘞，哎，我倒饬倒饬，我好，乔清秀女的吗？哦，女不是您这什么意思？这旗袍，这还挺讲理，你啊，哎，哦，这还夏季的旗，哎，不是，哎，不是这能播吗？这个，这就有什么不能播的？不是这什么意思？行吗？这个，不是你让搁这边看，这行吗？这个。多性感啊！这个不是，我看人家穿旗袍那上没这么多毛滋，人家我这山药腿你管着吗？行，山药腿，山药腿，好嘞，好嘞，好啊！我按电铃，你上场啊！对，我打上场开始。要不你别唱了，我直接死这儿得了，我都害怕了，我都不行。我呀，啊，我有这个怜悯之心，好，非得唱，我是必须让你。行，好好，来来来。哎，来唱唱，活着比死了受罪。哎，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嗨，哎，你说我，嗨，哎，我今儿请假多好，你说是，我怎么还走啊？上台啊？对，那咱您听他像不像啊？嘚儿，安静吧，行。我问您一个问题 啊，从那儿走到这儿我都明白，就站住了以后有这么一个动作，就什么意思？不明白吧？不太懂。这让大伙儿看看这头烫的怎么样。哦，这是让大伙儿看看新烫这发型。对，哦，说相声也鞠躬。哦，说相声都这么鞠。怎么鞠躬？哎，啊，我们这也是让您看看新烫的发型。不是，那是这让大伙看看枪眼在后头呢。哎，没听说过。我这要开唱了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哦，过了初二是初三，嗯，初一十五半腊月，嗯嗯，腊月三十怎么样？整一年，还有定场诗，是方才唱的本是坠子。哦，刚才那是坠子，这一场也是坠子。啊啊，下一场还是坠子。哦，今天全是坠子，今儿是坠子大会。今天要唱哪一段呢？哪一段啊？今天要唱一段三堂会审。哦，玉堂春。哦，玉堂春，您各位赏下耳音，嗯，学徒我支支撑撑给你唱了一段三堂会审玉堂春。哎呦我的天哪。嗯嗯嗯嗯嗯嗯嗯，明白了。这什么意思？这个嗯，你看啊，河南坠子呢，两样伴奏乐器啊。哪两样？一个坠壶，一个梆子。哦，哎，
我用一张嘴同时把这两样伴奏乐器同时学出来，或连唱再学乐器。哎，好家伙，嗯嗯有点意思呢。拿下板开始唱。哦，这就要开唱了。我本是北京城一个妓女，像真像像啊，甭抱怨我，我还不伺候你。哪儿啊？这是唱词，这不是自我介绍。不要误会啊！我说你学乔清秀老师学的像，你不能跟那大哥似的误会了。录像呢？我能胡说八道吗？哦、这瞎话编的行吗？这个啊？哦，这意思。哎、对，学的像。我本是北京城一个妓女，你不哭也别乐呀，不是挺可乐的这个。姐脚下，王三公子本是南京城里的人呐，脏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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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啷脏啷脏啷脏脏啊，一惊一乍的。我们两个人啊，相交足够二年半。哦，话题他是囊中空虚。哎呦，那个冷的真，最可恨老王八宝儿。哪儿指呢？冷个冷增，冷个冷增。这弦儿真搅和，我。他是多么的心狠，我的大人呐、啊！哎呀，我要吐了啊！还咽了，哎呀，一点都不挑食，我将我那三哥就赶出了辕门呐、啊。我命老妹把东西买呀、啊，回来他便提起与唐春。哦，闻听我那三哥，他就要了饭。小奴啊，好意思热身子摔在那凉水盆。你怎么哭了？踩我脚了！哎，赶紧故去，死去在这个脚下磕死。你先等会儿，队长，我今天这算工伤啊！我告诉你，这受得了吗？这个，你这愣踩的，这不能算啊！悲悲切切唱故事这种啊，这是文坠子。哦哦，哎，还有一种坠子。还有一种坠子叫五坠子，不是你懂？还有一种叫五坠子，五坠子就是文武带打的坠子。啊，您还别说，这我还真没听说过，没听说过，我真不知道。失传了160多年了，失传了160多年了，你没赶上，我没赶上，对，你赶上了，我也没赶上。你这不废话，别看我没赶上啊，但是我会这五坠子，失传160多年了，没赶上，但是您会。对了，得嘞，嗯，大伙儿您再受受累，鼓鼓掌，让他给咱们再来来这五坠子好不好？各位，我等了一晚上了，就等这五坠子，就等这。我先问这五坠子有踩人脚没有？有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踩脚。太好了，好不好？就等这个呢。得嘞，得嘞。来吧，你五坠子，我得捯饬捯饬。又捯又旗袍啊？不是旗袍，五坠子吗？得有一团尚武的精神。
哦，尚武的精神。对，哦，这袖子得挽起来。哦，得挽起来。对，哦，这大褂啊，得系起来。哦、啊、哦，这怎么还系上？系五坠子吗？得有团尚武的精神。哦，这也尚武的精神。对，哦，那手巾得包一下头。我这怎么还得包上点头啊？五坠子吗？得有团尚武的精神。哦，尚武的精神。对，哎，我看看下午你怎么着？下午睡觉。对。哪个上午啊？上午精神，下午没精神。啊、对，下午都犯困。嚯、哦，好家伙！还勒紧点，对。这样，你还得给我帮一忙。我还帮我摁电铃。别光摁电铃啊！帮我拉一个小过门。什么玩意儿？拉一个小过门，就拉那坠壶。对，脏脏啦，脏啦，脏啦，脏脏啊，脏脏啦，脏啦，脏啦，脏脏啊。不是您那文坠的我会，这武坠的我不会。很简单，都教你了。哪儿啊？脏脏啦，脏啦，脏啦，就刚才这个。对，嗨，那行啊，我试试啊。来来，我您看我对对不对啊？就按刚才您这来是吧？对对对。好嘞，好嘞，嗯嗯。脏脏啦，脏啦，脏啦，脏脏啊，脏脏啦，脏啦，脏啦，脏脏脏。你看。你这个演员通人性。哎，嗯，你怎么说话呢？你不是，我就说一教就会。是我就灵，我聪明，韵味是这个韵味是，但是呢，就是这个调门啊有点低，我唱着不舒服。高一点，调门高点，高点。哎，您嗓子高啊？对，得嘞，您听这成不成啊？来，脏脏啦脏啦脏啦脏脏脏脏啊，脏脏啦脏啦脏啦脏脏脏脏啊。你比刚才就好多了。哎，但是还差一点儿。还就差一点儿，还差，哎，再高一点，再高一点点，对，好了，努努力，嗯嗯，脏脏的啷当啷当啷当当啊，脏脏的啷当啷当啷脏脏啊，你比刚才强多了，你看看，但是还差一点儿，还就差一奶奶，就差就啊，哎，这什么词语我都没听懂，就再来一点啊，来一奶奶，哎，嗯嗯。哎，这还不如磕这桌角这儿呢吗？你要不你换一人吧，你要不，这挺好，我就这么高了啊，欢快一点，欢快一点，哎哎，我给你搬把椅子去，等着我啊，别的，怎么还搬凳子？你说你，哎呦我天，我跟您说，这五坠子还真没听过，这我，哟还真拿，您来来，您这么客气，还给我搬把凳子，您坐，啊坐，你得坐着拉呀，站着你拉不出来呀，是我。什么意思？不站着拉弦儿，你拉得出来吗？啊，对，坐着拉弦儿。对呀、啊，您把那弦儿字带出来。还是您电铃，我上场。好嘞，好不好？好，把头来啊！哎哎哎，咱也没看过这五坠子，您看看他这到底什么状态？咱一块儿等着吧，咱。喳喳青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哎不，先生，我先生，您带后援团这事儿我就不说了。我告诉您，这我就不说了。您这四句不挨着呀？啊，我坠子都不挨着，都不挨着啊。好嘞，好嘞。四句提纲念吧，别先学徒。横眉凶眼，拙口笨腮，今天要给你唱一回坠子书。好，喂，要唱了，喂，准备，喂，这就唱了，别着急。你先等会儿啊，嗯，你先别唱了。怎么了？不是你打我干嘛？废话，我这叫你呢，你这叨咕什么呢？你叫我什么呀？我叫你怀。你叫我怀？嗯。我怎么回答你啊？你回答我怀。哦，我也得回答你怀。对，合着咱俩都坏。嗯。那好的呢？好的，出院了。哎，对，好，俩神经病。来吧，来吧，来吧。坏就是伙计，就连了宗的坏啊，就伙计的意思。对，哦，明白了。那来来来，坏坏，把弦子拉起来，开始了，咱要唱一回。
坠在熊啊，那呀嘿，哎呀呀嘿，呀呼嘿，嘚呀呀嘿，嘚呀嘿，呀嘿。别唱了！你叼着地雷呢，是怎么着？我叼着地雷崩死你！我可理你了啊！坏坏，我理你了啊！是理我了。我理完你，你还打我？五坠子吗？哦，这就开始了。那等多子？那我怎么着啊？拉弦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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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脏啊！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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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脏啊！打他去！这位缺钙，你发现没有？你别着急，你呀、啊，赶紧找别人啊！不是烧饼来了吗？你让他来这个，我受不了你这一惊一乍的。好家伙，这是什么词儿啊？这都什么词？要罢了钱呀、啊？什么意思？过去不是剧场卖票，是撂地打零钱，要罢了钱。二句呢？输又归了正呢？这就开输了。那等多子，那我误会了。拉弦了，来，好嘞。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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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脏啊，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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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脏啊。要罢了钱，输又归了正，他管拉呀，我管唱啊，你了管听。脏的对，我管拉，他管唱，您各位管听，这不废话吗？我不拉，你不唱，人家听什么呀？废话呀！啊，五坠子都是废话。离开废话呀，我没词儿。哦，还都是废话。得嘞，那您各位踏住了心，咱呀听他唱段废话吧。拉弦吧你。当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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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啊，当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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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啊。今天要唱了哪一段呢？还没谱呢。脏啷脏啷的啦的啷脏脏啊！我唱段啥玩意儿你也得听。什么玩意儿啊这？爱听文，爱听武，爱听简了你是爱听中啊！爱听文的没学会，爱听武的没学成，半文半武唱不了啊，哭了三天全都不中啊！那咱们就别唱了，咱们来拉弦吧你。拉什么弦啊？啊？什么都不会。你听着呀。往后更好啊！往后更好，哎、拉弦吧你。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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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脏啊！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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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脏啊！是方才唱的本是响马砖呢。脏啷脏啷当啷当啷脏脏啊！还有半段没交代清啊！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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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脏啊！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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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脏啊！是方才标的那是何人登？哎，这么八爷叫洛成，这么八爷叫洛成，这么八爷叫洛成啊！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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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脏啊！脏当啷当啷当啷当。砸了吧，咱别唱了，咱们。去把我那胡子这捡起来。我这待会儿我得赔这。知道为什么让你捡吗？这是让张九南的疯狗咬着了，这是。干嘛？疯牛病啊？废话，你干嘛呢？拉弦吧，你。拉弦啊！哎，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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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脏啊！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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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脏啊！那个罗八爷呀，啊，啷当啷脏脏啊！跟他的爸爸老罗一哥俩迈不出了正厅啊！脏当啷当啷，哎，罗成罗毅啊，迈不出正厅啊！对。哥俩迈不出正厅。对，你再好好琢磨琢磨。怎么了？那是哥俩吗？啊，那爷儿俩。哦，罗成跟罗毅是爷儿俩。爷儿俩。对呀，人家爷儿俩啊。你怎么拉哥俩？我没留神，因为刚才他冲我飞眼来着，你知道吗？谁拉的呀？不，你拉的吗？我能拉出哥俩来吗？你唱的。我唱的。对。不可能。我不可能唱这个混蛋话，谁听见是我唱的了？哪位听见是我唱的了？哎、你别来这套 啊！你别来这套，在好朋友有的是啊！你问问大伙儿是不是刚才他唱的？得了，好，拉弦，来。
我错了，来来，好嘞，你听着呀，哎哎，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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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啊，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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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啊，罗成浩把那八兄弟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好拉皮儿了。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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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啊，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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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啊，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迈不出了正厅啊。几条？爷儿俩迈开八条腿，你听着呀。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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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啊，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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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啊，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在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凑腿儿来了。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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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啊，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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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啊，连人带马的八成上啊，这马怎么上去的？你听着呀。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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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啊，脏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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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啊，我们那个马当当当当这上得去，哎，脏脏的啦，浪脏啊，哎，脏脏的啦，浪脏啊，咦，脏脏的啦，浪脏啊，哦，脏脏的啦，浪脏啊，滴，你有病吧你？这个人能驾云那腾空啊？上去了这呀，脏脏的啦，浪脏的啦，浪脏脏啊，脏脏的啦，浪脏的啦，浪脏脏啊，两军阵前打了一仗啊，脏脏脏的啦，浪脏脏。这个人是猛虎马才蛟龙啊，他这不将官爷呀，左手拿着个套火的耙，右手拿一个大哨兵啊，什么武器呀，脏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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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啊一哼哼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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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啊一哼哼啊。不是你有完没完你啊？五坠子吗？五坠子，你也来一下吧。太学会了。这世界很酷。